大家好啊，我是 Project View 的 Kevin， 今日我又带了另外一隻 Rotary Force 的拎款跟大家分享。这一隻就是 AG 的 M615， 车主就用了一个 Polish Copper 的颜色。这一隻颜色是 Bespoke 3和 AG 的 Signature Color 来的。你看到车主采用了 Polish 的颜色和一个墨柱的设计，其实它这样的配搭是会令到行走时更加 bling bling， 更加抢眼的。这一套拎将会装在一部 W205 度，大家记得留意我们的 Facebook 和 IG， 留意这一部车装了这一套拎的靓相啦，拜拜。